清明路也是南京的美食聚集地，找点吃的走。哎，这个地方是不是连锁的那个小夫妻羊肉馆？不是，我是和我家老公自己搞的。那你们是真的小夫妻，来都来了尝尝吧。这个羊肉它是肥瘦相间的，吃到嘴里特别的滑嫩，没有羊膻味啊。关键这么长时间煮下来，这个羊肉也不老，这就已经占了很大一个优点了。这个羊排皮是皮，肉是肉。太好吃了，我觉得刚上来的时候啊还不是太入味，现在我越吃啊越有味。冬天你对这个炭火吃羊肉真的是爽。有一说一啊，其实你不管是羊锅还是火锅，真的是需要这个底料来衬托的。我点了份羊拐，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个羊拐是什么东西。这个羊拐的口感和羊肉截然不一样，羊拐就是满满的胶质感，皮和筋没有肉，特别入味，我越吃还越想吃。没想到随便找家店带给我的口味口感真的还不错，尤其他们家的羊拐一定要来尝一尝，我打4颗星。以上观点代表四哥本人。